觉。然后今天晚上真的非常的热闹，所以今天的混搭呢，鞋子跟鞋套，还有项链、珍珠跟手套是香奈儿的。然后我觉得这个腰封呢很酷，很另类，是 JPG。然后这个白色的皮裙是定做的，对。哦，我觉得是女孩子柔中有霸气的感觉。然后我说今年会比较走运动风。对对。因为要拍很多片。对，因为在拍戏每天都在开工嘛，所以穿着要就是舒服为主，然后舒服里面又要有个性。刚刚有说到就是有舞步，怎么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哪些歌？马德二号已经上了嘛，然后很快明天。对，很快就是那个听见下雨的声音，我跟方文山导演的那个他导第一次导的电影，那这个电影我在里面很高兴，好像歌手一样，回到以前做歌手，我在里面有创作，然后有表演，在舞台上有很多表演，我觉得有享受到以前做音乐的感觉，那种热血。发专辑，我觉得我相信方文山导演会把《听见下雨的声音》里面我们每个人的那个精彩的歌，希望他会收录起来，发一个电影原声带专辑吧。嗯，因为里面的歌很好听。他自己的专辑？我自己的专辑是不是？明年啊，明年，今年先把戏拍完，要拍到年底了。作品这么多，对明年如果要找金马奖，是不是会还蛮有希望？从来没有这样想了。如果有的话，真是那个好运气。这样，因为我觉得对自己挑战、创造一个代表作是对我更重要的事情。谢谢。谢谢。